我敢知，这乌青哦用盖板膏盖袂牢，无超代甲小猪妹若是看到，一定得要烦恼。啊！超代哪会袂来？龙俊，哎，你有在了解丁权无？伊安怎讲？伊讲伊愿意放弃我甲小猪妹。 歹势，无料到呢。啊，无你放心啦，后过日拄着伊哦，我叫伊规日咧面头前向你忏悔，叫伊不准惊了你个小猪妹。若是佫继续，我叫迄两个找几十个人来，把迄刘丁全甲做刘丁子。袂用个啦，莫先遮冲动，万一若是出代志是要安怎？袂啦，即款代志我有准备啊。总讲一句，我已经开始，我一定好好保护小猪妹。 我绝对袂让伊哦有机会娶走小猪妹。啊对了，你叫我来婚姻事务所要创啥？虽然拢办婚礼啦，不过还袂登记啊。我只要最希望哦，小猪妹赶紧入我的户口，变做我的查某囝。那你从今以后，你啊，我小猪妹如林，就真真正正变做一家人啊。所以，就你也办手续。 检查一下，看你头壳有唔对，该离开的嘛拢离开啊，恭喜你，只是唱的阿某。多谢你啊，多谢。老婆你再看，我票栏顶面真正有写你的名。 你目眶红红，你还怀疑啊？想过怀疑啊？永俊，过去几年我真正过啊足辛苦的，我若讲我是一个无资格低调幸福的，真正这都是你。 万一予我一个家，接受我，小刘我甲小猪妹，我真正。你的代数应该由我来讲。老婆，我知影我过去记录真正足歹，但不过你阁愿意接受我，我真正足佩服你勇气。你。 这应该要合作为民除害。<笑>你这不是什么祸害？哇，相信我来跟你讲，你绝对是一个基友。当然啦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<笑>嗯，对，为着庆祝啊，你我小猪妹还佫努力，正式成为一家人。 我就跟你，送两几个回啊。董经理，你受伤，哪会摆伫病休困？即个我甲你报告，嘛是共款啊。我直接来，不是可以直接处理？公司户头有钱进来了没有？进前生化精华液的产品回收。 公司亏了，厂商的机票，一直无法度兑现，都已经跳票啊。总经理有2000外万，三天了，阁有一笔1000外万的机票，若是钱一直无入来，嘛赶快来跳票。好，不要再提神话精华液的事了。金溪骨头自案的解约风潮缓解了没有？阿伯，目前有百几人要要求解约，我拢已经登记伫资料内底啊。 我自己看，辛苦你了。如果公司经营不下去的话，我会帮你找新的公司，不会让你失业的。下去。多谢总经理，请总经理一定要加油，我也一直支持你的。
忙活了半天，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那个吴敏姬在那边讲两句风凉话，却稳坐少奶奶的位置。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！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！来，紧落来哈！大姐，啊，对不起。
你是想签的机票，不管是谁的公司，咱两个是阿爸，咱就要共行共命。我无可能让你用你的性命来赌笑的。你即摆去哪落来哦？有听到？钱搁赚到有啊，啊，不过我想要花，我干那一个人命紧的。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，还拖累你，你要我只有太太做什么？你无拖累我啊。 即摆所有代志拢是咱做伙做伙决定的，你做唔对代志，我至少嘛要负一半的责任。哪有可能讲，把所有责任拢推到我一边遐去，让因来承担？爸爸，你甲听好，你也听，我一定会对你跳。我这世人哦，嘛活了有够本啊，今仔个我甲你做伙共一工。 来做伙走，我心甘情愿。你这样讲，妈不是更怪我了吗？你这不是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现在我活着也还不了，我每天都被债追着跑，你就让我死了算了，正好。 无法，不过是钱嘛，偌济5亿10亿，咱若无彩条形，全部破产就好啊嘛。你安尼死脑较衰啦，咱人生还阁有真多代志爱做啊。你有亲人啊陪伴，你想看嘛？你若走？ 阿帮恁妈妈借钱是要安怎？是要艰苦一世人是无啦？还阁有代金，伊对你的感情，你敢要放水流？你唔当安尼啦，但一日卡，你都要甲双手抱断去哦，就做这款的戆代志，啊！妈。 我已经没办法了，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，我不想以后的日子每天都被债追着跑，我只要一想到，我都觉得很黑暗，我不想这样子生活吧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了呀。 都有讲过，啊，咱若无再条形破产就好啊嘛。你用死敢袂解决代志，啊？你伫倒会跋倒，伫倒会爬起来，你命还伫咧，会用赚搁较济钱啊。迄个时阵，咱才会行就好啊嘛。乖啦，听妈妈话，紧落来哈，落来啦。好啊。 好啊，好啊！你听我讲，我认真想过，咱即马差不多了5亿，5亿咱毋是无才条形哦，所以你唔通把代志想法这么严重。阿哥，万一咱真正宣布破产，你放心，我会用过艰苦的日子，啊，毋过我同款，互你过甲即马同款的生活。
我会用得艰苦，啊，不过我绝对袂让你对我吃苦，因为你是我一世人最爱的人，我原本就应该给你惜命命。就刚想要滴你俩，好了，包括你们家，你和老弟我是不变，不离，所有代志哦，老公和你靠，啊。拼性命，把这些钱全部拢还我。你相信你的老公，我一定会当给你挖苦。你只要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生活，安尼就好啊，知无？啊！大金嘛，你有这个气魄吼，妈妈足安慰的。有我，只要咱一家人吼，拢同心。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啦！只要咱命地咧，行一声，你们大陆人不是讲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吗？你看，啊，你死都唔惊，你惊啥？哎，妈妈听你，妈妈会给你斗三档，吼，有话。想一息保护的，还想逃避现实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反省，一定好好反省吧。乖，乖。在地将心命，请保庇，予阮翁仔某会用平安度过这关。今花花已经行过生死关了，请心命保庇啊，千万唔通阁予伊想袂开。啊，心命慈悲啊，只要阮会用平安顺心，以后阮会加做好事，积搁较济功德。请神明保佑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。都怪我贪心，才会被林伟成骗，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我以后不会再这么糊涂了。只要神明保佑我，可以过这一关，让我翻身赚大钱，我一定会来答谢神明的，会捐很多很多钱做善事，请神明保佑。在上，希望你会当显灵，保庇大金甲有花，因两阿婆会当做伙度过这摆劫难，重新开始。我相信伊一定会好好做人。我是想讲啊，咱是不是讲认为这件代志啊，应该赶紧解决，唔通去拖落去啊？对呀、啊，
这件事当然不能拖下去，要赶紧解决啊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既然咱想法同款啊，安尼，咱来去自首。咱这件代志啊，会前因后果全部拢甲检察官讲清楚。去自首？那我们不是全毁了吗？我感觉啊，这个投资哦，你自头到尾就是去林伟成甲你设计去啊。所以啊，花花，咱应该勇敢站出来，啊那无一定愈来愈多受害者啦。花花，但金哥也无唔对啦，你莫看伊普通时啊，欠天欠天，伊讲得真有道理哦。你来小考虑一下啊。做老公啊，嘛先退掉的，良心啊，咱这回来自首，咱这回来面对所有的行程，咱这回来承担，我绝对不可能帮你一个人去负任何什么责任的。好，你讲的路摸唔到，这种事情总会遇到的，早死早超生。总不能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头都抬不起来。老公，那我们就去自首吧，把所有事情都说出去，那我林伟成也跑不了。真好，你阿母会当讲心话，我足欢喜的。只要恁两个哦会当面对这件代志，一定无问题啦。你好好啊，甲迄检察官讲，因袂为难你。安尼啦，我等下煮个猪脚面线，等恁等下，好。阿奶，员工要去全家福啊？只有临时想到的。再临时着，还我拢无准备好。我是要准备啥？迄全家福就是规家伙拢做伙，啊心拢充满爱，安尼就有够，搁要准备啥？妈妈，杨俊爸爸，你看我今仔日有水无？有，就是耶！小猪妹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女孩啊！对，你看，来，全世界哦，上届高最的囡仔拢在咱家。爸爸哦，只要逐天看到你高嘴的笑，爸爸规身拢融化，对吧？对吧？你讲对吧？融化，对吧？啊，对。为了庆祝，咱正式成为一家人，安尼好不？那继续去耍，爸爸请你来吃大餐，好不？好啊。要吃啥？爱吃啥？要吃啥？鲁林。你有听到吗？爸爸讲，要吃啥，就在吃啥。那安呢？永俊爸爸，如林爱吃披萨，我爱吃冰淇淋。那会使吃披萨跟冰淇淋吗？妈妈讲，这是答应啊，所以咱就吃披萨跟冰淇淋，好不好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出国去票房。
要若无到时插到对你的头壳顶来吼，你想要走都无机会通走啊！我绝对袂当让路易啊走出去，因若去红怪，可我一定无代志啊！你是安怎知我安怎出个消息？你是卖问遐多啦，即摆上重要的是甲倒回来。之前我交代你的代志，外医的药啊，你敢无继续做？因超龄管的落去，病情会愈来愈严重，我是惊会去有发现有啥物问题。你家己爱较细腻啊。跟到车伫咧遐。老师啊，为什么继续开呢？这是医院呢。等他，先等他，你